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超爱每周往好事多啪啪走的妈妈。你知道的，我就是那种一看到特价就会忍不住凑进去摸的人。对于没有特价的东西，我可是会犹豫半天的。而且好事多离我家也不远，简直就是我的后花园一样。这里真的是应有尽有，连我那爱乱买的老公都说我是好事多女王。哈哈，别担心，我可没有业配，只是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在好事多发现的一些实用好物而已。一大早就被买光了，看来大家都想出国去跨年吧。好吃的小零食，居家常备款，放在客厅日常生活使用，吃饭擦擦嘴，这款一抽的大小拿来擦个小东西比较不会有浪费的感觉，纸质柔软舒服，囤起来。煮火锅、味增汤都好用，也是特价必买好物。上周天气冷冷，才买来煮了一大锅麻油鸡，这次狗尾草都提前准备好，要来煮清香甘甜的狗尾草鸡汤。一盒里面有4只大鸡腿，相较市场土鸡腿一只就要将近200元，好事多的特价真的很划算。小孩咸菜不下饭，这包拿出来保证把饭吃光光，直接用来捏饭团也好吃。可可味浓郁，带点苦味，而且用的是奶粉不是奶精，虽然还是有点甜，但相较常驻商品 Miss Sweets， 我更喜欢这款。这款没有常驻，喜欢冬天来杯可可的不要错过哦。这款很久以前第一次买时，虽然汤头不错，但吃不习惯面里的碱味，在我家被打入冷宫。时隔几年后又回购了一次，这次加了高丽菜、咕咕鸡、梅花肉片，神奇的变好吃了，建议可以购买，但一定要自己再多加一些料哦。接下来的是线上购物才有的特价，不急的话就等现场有特价再买，否则加上运费也是有点贵，建议还是去现场买较便宜。我最爱下午茶时配咖啡吃了，但有点太甜，别吃太多啊，胖子。
别被特价给骗了。要注意保存期限，这只能保存到12号，但还不错，吃有40包，约有5到6颗蓝莓吧。大什么都好吃，但还是老话一句，小心热量。天气很冷，躲在被子里还是最舒服的。好吃要买起来。韩国知名饼干买起来过年可以吃。不用想，我抢到一包了。过年不就是要吃开心果？用搅的搅不散，我都用 BlendTech 加入杏仁粉、水及牛奶打，完整融合。搅打过程释放杏仁香味，一次打1000cc 起来放冰箱，就是好喝的杏仁牛奶。气炸锅很好用哦，大家应该都有一台吧，这也是懒人的一大神器之一。小孩爱吃，但大概吃完一包就变心。今年初某次搬东西闪到老腰，刚好遇到特价买了一组，自己在家每天垫一垫，好的比较快，腰酸背痛也可以垫。我早期的超热门商品，没有一大早去还抢不到，口味不错，CP 值高，只是里头碎骨颇多，喝起汤来不过瘾。自从用了小苏打粉后，再也不用买厨房清洁剂，清洁厨房油污效果棒棒。过年快到了，还不快买一包来大扫除。内容物就是红枣、枸杞、
黄芪，热水冲泡后淡淡的香味，喝起来也是淡淡的甜味。冷冷的天气泡一杯感觉有暖，但没特价下不了手，适合冬天买来补一下。吃起来口感不错，但口味感觉不天然，不适合我，不会再回购。以上是本周的好事多特价商品，有需要的就买吧，但可别和我一样东西老是放到过期，老是被老公骂。吃东西还是要适可而止，否则会对身体造成太多的负担，危害健康。喜欢或不喜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谢谢。哇哦，不错呀。